坑会不会拉到草里去？这波卡纳贝没有往草里走，露露在这边方向应该是被察觉到了。这边露露过来的时候，京东有沟通的，这波被岩给看到了。对，救王怎么办？直接开车封后路了，封后路了，没人能救啊！没有 TP 的新的了，死了呀！大招清个线吧，交代了，交代了。啊，那一塔想硬斗扭一下，直接灌大了，想天女散花推，推到了 Q 技能被小兵给挡住了。就是上路有点难受，这个针眼一直没有被排掉，这里是没有视野的 Champion 被找到了，新石男枪爆杀流，哦哟，伤害太高了，一个 Q 被炸了呀。主要是因为上路溃败了，是的。是的哦，是哦 ，W 辛德拉拉了一个小兵。我这波U砍往上面靠，选择放掉这条龙去帮右宝找机会，三六九直接贴脸了，大招灌插一枪，插一下，直接闪现给大招，推到了三六九，那三六九应该是要死了，但是小龙也被京东给控了下来，还要找切木村吗？卡纳贝大招过来，切木村摸也摸得很快，一脚踹开，没有给他机会来的机会，是三六九过去直接被包了。哎，一个勾有进化，有进化能秒吗？这里正面给了个大招 ，Missy 交闪现，但闪的位置不太够远，而且炮不跟闪现，叠起了自己的攻速，大招哭掉了，还是能打得过。最后切炮形态，远程的一炮拿下了 Double Q， 就是好经典的画面啊！上古金克斯带赏金，然后上野秀丽一人一个零杠一，这波是没办法被蹲到的，随时很脆的，因为带的是冰川，是的。去找牛宝，三个人来了，大马加速还被勾到了，牛宝没办法操作呀，想换 Missy 能换到了一个，哎，大招没有中，但还是要死，而且牙膏也绕后了，推个大，哎，又想上嘛，这波是有大招的，但是推的还可以，恐惧进来，恐惧到对面一个金克斯不敢上了，对，正面只有三个，油是留不住的，几位连罪名的大，罪名中了，接锤是一个勾勾了，感觉炮不要倒了呀。那糟了，接下来没有输出点了，只能撤退了。哇，这波后普的大招配 Missy 那勾控制线接的太好了。是的，主要进化炮普这边还差一点，闪现 EW 定住，又是一勾斗不了，又带走一个。那这个先锋一放，中二塔有可能要被推掉的呀。六九哥直接贴脸，想来刚才那一套，直接变牙，对，就这波变牙，想来刚才那套，而且大招没好，他大招来看一下刚才这波啊，这轻微大招配个钩子，这没法操作，进化没好。正面这几个金克斯一倒，就直接整个溃败。对啊，他就现在 TT 基本上就只能靠牙膏这波。跟兄弟们沟通很好啊，这个真的控制链接的太好了。对，应该是沟通一直说看我看我，对，沟通了，直接回头，就把这里卡孔子，但没有炸到人，可以把龙给 run 下来。龙盲僧先沉下来，但找到了右宝，右宝开个大招封下后路，这个孔子炸的还不错。正面的话，炮不放大招，但没有收掉人，自己的最后快感并没有触发，这样进攻必须得撤退，人马直接交大招左 Q。而现在船长也来到十三级，虽然他的装备不够好。还要反，但 TT 也看见了，省下来切不特，但自己又被勾住了，有个秒表，牙膏绕过来了，牙膏好肉啊，这个血条很密集，这边找优狗，优狗先被秒掉，人马也踹过来，阵容直接被抽散掉了，只剩下了牛宝，红白刀贴住，闪现一根勾中有橘子，但是没用，伤害太高了。他把阵型直接拉散了啊。和虎上看一下，因为这边都是残血了，他是摸眼过去了，摸眼过去想一个就一挂阿伞，哎呦，牙膏这波进场好绝望，再加上卡纳维过来一脚直接把派炮斧给踹没了，然后后斧这个大招直接打残后排，那这把感觉 Shift 现在过去感觉两枪就没了，哎，这是没闪现的，人马一个大恐惧往后推，没了呀，没了。现在 TT 感觉殊死一搏吧，这个不上来半天死亡，太大了，想殊死一搏，想踢有个金身，而且牙膏其实挺肉的，踢过来以后被挂了个虚弱，牙膏还没 死，但是最后点出来，最后怪感触发了，这边京东得溜了。来看一下正面拉上去，插了针眼，这时候没法交闪了。
这边牙膏大刀吃满，嗯，伤害是吃满了，这个筒子有点小失误，没有炸掉这条线。哎，直接开皇冠上来硬拆了，主要现在只有南风和牛宝，牛宝没有在外面炸掉这条线的话，那没不敢守啊，应该是没捅了，刚才他 Q 和桶配合失误了 ，Q 过去那个桶还有两格血。现在要打只能指望着你了呀，对，现在就奇迹全队只看 Q 到后部了，但有灯笼，结果到了波眼，但是有灯笼，有灯笼，要找六九哥吗？六九哥一技能拉开，这边可以踢牙膏，牙膏没有上车，骗了一下没有上车，但是把天幕的闪现给下掉了，这样天幕的没闪了，来了波眼降级，但是这一脚穿的还行，后部也交出闪现，天幕的这边的话可能要先被秒掉了，露露大招给掉，这里公路做的还可以，就把大招，但这边的话炮不跑太好，输出后部一个人点掉了对面，南风闪现变羊，但没人能跟伤害呀、啊，而且自己的门牙塔你先掉了一座，看到没，大招放的并不是很好，哎，金哥是双击被动了，追着 A 被动出来了，牙膏跑了，这里捧能留到吗，减速到了 W 也中，还有一个闪现，六九哥踢过来了，一个人烟雾弹照两个，这边炮不能打，倒了就没了，大招直接远程击杀，那感觉这把比赛要宣告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主要是 TP 过来了呀，男枪啊，满状态的三六九啊，豪华的装备，可以看到金克斯想 A 死这个瑞兹还是有点困难的，太肉了呀，这个瑞兹，这为什么现在瑞兹这么无解的原因之一吧，有伤害又肉，那也是恭喜京东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。